走，我带你去舅妈那里，去那个表哥那里做姐姐呢啊。好嘞，走，我们去买一点菜进去。哎，我以为那个动个动物呢。没啥。买一豆腐，我要三份豆腐。买豆腐啊？下面有的票啊，哪一块？还有小菜。还有吗？有啊。哦。买个鸡啊。哦。弄好了。要打的这么勤。今天又回来了，你看，我整理的烧火，搞鸭子。整理。哎。还在搞那个鸭子，个鸡，搞鸭子，辛苦了啊。啊。那等一下，你翻一下。嗯哼。有鸡有鸭，今天过节，我们这里，我们是出嫁女。提前回来过，然后儿子的话就是14，我们是出嫁的就回来过12，又是白切鸭，又是炒鸭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猪肉、番茄、嫩豆腐。哦。还没吃过没吃过。我要放蚝油调味吗？对呀。果然是名副其实的大厨神。好香，我焯水呀、啊。紫姜炒鸭要焯个水啊。哦。滚一下，把它焯下水。嗯。好吧，是的。
你表姐不在看，你就吃吧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个是姑妈的，就是养的鸭子不？姨妈吧。哦，姨妈养的鸭子，我说姑妈去了，搞错了。你跟那表姐家嫂子是姑妈去了。紫姜，这是紫姜吗？对。哦。看你看你。是不是还要放蚝油？嗯，起锅了就再放蚝油。哦。开始放这里了。哇，你是不是正在努力的翻炒？对呀、啊，正确、啊。这锅太小了，这个鸭子大了。久啦，嗯，那啤酒焖熟了得了。紫姜啤酒鸭。什么汤？青菜汤。还是要这个阿旺走开。嗯，他要阿旺走开是吗？哼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啊，好吃。好吃啊。多吃一点，啊，吃饭了，快点。你就天天起啊，今天过节，开开心心。爸爸，那个要饭吃。啊，要饭吃，中饭吃。哇，今天的菜好丰富哦。哇，你辛苦了，你先吃。啊，对。这哪个飘光的呢？你先吃。嗯。你先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吃啊。这粥啊。对呀、啊。来，我们就坐下来吃点了。来，加点东西。嗯，好，我们吃饭去了啊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吃饭。嗯，他妈吃饭了。紫姜炒鸭肯定好好吃的。嗯，紫姜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几个分享到这里了，吃饭去了，好不好？人家收下来，坐下来吃饭。嗯。问好不好吃？这个鸡肉。让我做点面。